可是因为这个 table 里面的数量太多了，有26个，那我们算算哦，是刚好第18个，18减1刚好第17，17编号在第17。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哈？除了说你可以用什么呢？抓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 by 它的 take 它那个 ID 之外，可是问题哦，它没有 ID。可是哦，如果说我今天呢，我不要用 ID 的话哦，也不要用什么？用那个 tag name 的话，其实后面是有一个叫 class，所以哦，class 后面有没有冒号啊？不，等于双引号，也就是它有个 class name。所以哦，其实再顺便教各位另外一招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呢，get elements 哦，刚刚是 by tag name 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改成 by class name。哎，刚刚是 tag name 哦，现在改成 class name 的话。那其实又是另外一种抓的方法哦，因为为什么？因为 class name 有的时候比较少，有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像这边的话，可能就是只有4个5个啦，一定是比较少。那怎么知道它有几个 class name 哦？我的做法一样哦，第一步的话，OK 哦，就是先把它后面的 class name 点两下，有没有？那把它怎么样？把它复制贴到。Ctrl C 有没有一样嘛？Ctrl F，所以要 Ctrl C 就是啊复制，Ctrl F 就是寻找，所以这些都很重要的招了啊！你想说老师这些招书上有讲吗？我跟你讲，书上绝对不会讲，而且这个有时候书上怎么讲，而且有些是个人的秘技啊。OK 哈，每个人的用法不一样哦。那我是把我觉得我自己试过之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告诉你了，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爬虫高手，对，以后的话，你们在工作上有非常的好表现的话，那人家会问说，哇，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哦，那你可以告诉他说，因为我是上吴老师的课，OK，好，哦，哎，这样好了，没有了，只是这样想想而已了，好，OK，好，那一样的道理哦，Ctrl F 对哈，寻找这个就跳下来，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再 Ctrl V 贴上，或者是它好像会自动带下来。哎，就那你会发现它这个 class 的名称总共有几个？一样哦，有没有？总共有5个。那我们要的那个在第几个？有没有？所以哦，你可以再寻找一下，放一下。哎，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往上看一下。哎，这个是第三期嘛，往上。所以第一个是在哦这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第一期。所以基本上它就数它的。数字二啦，不过要减一嘛，要从零开始。所以呢，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有没有？除了用刚刚这个方法之外，哈，其实你可以把它改一下，把这个复制贴过来之后，把它的原来 tag 有没有 tag 标签有没有？改另外一个名称叫 by class 有没有？class name，然后呢，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是把它的那个 class 的名称哦，就这个名称贴到这里面来。告诉他说我要第几个，这样的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哦，啊，只是说多一招了，有没有？所以哦，如果你要抓网页上面的资料哦，总共就可以有3招，第一招 by tag name，第二招 by ID，我刚刚讲的，啊，不过 ID 不是每个都有了，啊，没有怎么办？第三招可以 by class name，OK。够用了，不过老师真的，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你第一招很重要，tag name 就好了。其实 tag name 一招也可以打遍天下的啦，只是麻烦就是你每次都要再算哦，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只是麻烦一点。但是可不可以做出来？可以哦，所以如果你不想记那么多招的话啦，你就一招就好了。所以为什么人家就直拳一招，每次就一招哦，OK，那也是可以打，对，那只是说呢没有变化，很快就被四处破绽了。对哦，OK，所以大概3招哦。那这三个最大的差别是那个哦，如果 by class name 跟 by 这个class name 跟 tag name 的话，这边一定要加 s。为什么？因为它回来的东西一定是可能是复数的，也可能是单数的。但是 ID 的话呢，一定不会是复 ID 哦，ID 就是什么？就是编号，就像你的身份证字号，绝对不会有重复。所以不能，一定不会有 S，OK 哈？你想说，老师，那你怎么知道这些方法、这些招呢？直接跟各位讲，
我都会去找一手资料，因为哈、哦，我甚至会把那个放在第四个单元哦，我好像有列出来在这边吧，相关参考资料，其实还有更多啦，我只是说帮各位做个整理。W3 School 有没有？这里面就有了啦。W3 School 哈、哦，里面就有教你怎么做了。它这个东西呢，就是叫 HTML。DOM 嘛、啊，就是 document element element 有没有看？我们有没有 get element elements 就是这个东西。里面的话，每一个都它的元素 object 哦。啊，里面的话呢，有所谓的属性 properties 跟它的 methods。那我们刚刚那三个都是 method， 就是方法，所以我就从里面找到答案了。OK 啊，如果你还有想要知道更多，里面一堆啦。但是，啊，这是还要再自己去踹一下，好、哦、，OK， 太多了，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我刚刚主要就是说，第一个录制句型 ，OK， 加在这里。第二的话，可以把刚刚的 by tag name 改成 by class name，OK，、okay, 试试看哦。两个重点，好、哦，录制句型与修改跟。By tag name 改成 by class name， 好。